家好，我是威朗。那现在是晚上的大概8点，那我们准备头灯。哦，头灯。还有什么呢？网子。那这种手拉网。那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带大家去体验原住民的哦，抓这个西虾、螃蟹跟青蛙哈、哦。那要煮这个，待会儿煮这个很鲜美的这个。哦，三鲜汤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好我们这三个法宝，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那我们现在就把车停好哦。那我们在一个我们村庄旁边一个小支流啊、哦，那我们要沿着这个那个建筑林下去，这个溪边抓这个螃蟹跟西虾还有青蛙哈、哦。那我们走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抓这个虾子哈，然后准备这个网子，哇，捕捞神器，我们抓虾子吧。看，知道了，看。阿土，大只哦！漂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示范怎么抓这个青蛙哦，在这里，青蛙这里。我的手也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这个青蛙呢就被我抓住了。你把它放到网子里面。抓一只大螃蟹，好，放在网子里面。
还是我流鼻涕，你就拍我。来一只大螃蟹。快快快！快点，快点！可以，后来进他们跳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停车的地方。那我们等下把这个成果呢拍给大家看呢，因为现在都暗暗的看不到。那我们再去回去吧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家里哦。那我们刚才抓了这么一袋，好，这么一袋的那个有里面有青蛙。还有螃蟹跟那个西虾、西蟹这样，那我们这个青蛙不能随便抓，要认这个，它是这样长这样子的。干嘛？哦，那这个青蛙的名字叫做斯文氏豪氏蛙哦，你不能乱抓，乱抓抓蟾蜍就不能吃哦。那就像这样子，一只小小的这样，其他呢我们就要把它皮拔掉。好，把那张取出来之后，把它放到我们的汤里面煮哦。那我们这个汤呢，哦。就用这个生姜，让热水滚烫哦。好，那最高端的食材呢，往往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生姜哦，跟这个滚水呢，就把这个好，我刚才抓到的虾子啊，西虾。还有这个螃蟹，哎，螃蟹嘞，螃蟹一呀、啊，爪八个，放下去。还有这个这一锅，那这个汤，这个勺子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抓的这个虾子跟螃蟹啊。那我没有抓很多，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抓我们自己想那个吃的份就好了，大概这样子。还有青蛙这样，那我们就把它下去。那你们再下。那个青蛙呢？在地上。哇，还没有跑。还没有跑。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西虾、螃蟹还有这个青蛙都煮好了，那现在非常香。就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调味方式，盐巴跟生姜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最美好的这个山珍哦、山鲜哦提炼出来的味道。那现在我现在吃这个螃蟹哦、西虾，还有青蛙腿，好了。
青蛙腿，青蛙腿。好，就这样一碗一小碗的，然后它的汤是最补的哦，所以加点汤。那我们试试看吧。好，其实那个在花莲的那个鲤鱼潭啊，他们用的这个活跳虾呢，就是用这个山上的溪虾做的哦，所以它的那个嚼劲非常足够。再来继续录，就这个，好。我的溪虾非常好吃哦，因为是现抓的，然后非常新鲜哦。啊，它的那个虾的味道就有那个生姜的那个香味。然后里面最补的呢，就是它的那个汤哦。然后这个青蛙腿啊，像以前我们的族人啊，有生那个皮肤病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吃这个青蛙，然后来治这个病啊。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医生嘛，然后族人都会用这个方式吃这个青蛙的，它的身体啊，它的皮啊，它的肉。然后就是另外一种食补法，另类的食补法，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好样。像我们家常在吃啊，所以皮肤都很好。就这样红彤彤的一碗。那如果你想吃的话啊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下次威朗带你去抓这个西虾跟螃蟹哦。我拿这边来帮我一锅，哦，非常的香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慢慢的享用我的哦，自己抓的这个成果哦。那看这个影片的朋友，请你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帮我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下一个明星见，拜拜。